乳腺纤维腺瘤是由腺上皮和纤维组织两种成分混合而成的良性肿瘤，好发于青年女性，与患者体内性激素水平失衡有关。它是乳腺最常见的良性肿瘤。乳腺纤维腺瘤的症状有，最常见的是临床体检发现乳房肿块，多数环境下乳房肿块是本病的唯一症状，所以当自检时发现乳房肿块一定要引起重视，尽早治疗。乳腺纤维腺瘤的肿块好发于乳房的外上象限，乳腺纤维瘤的肿块多为患者偶然间发现，一般平常不伴有疼痛，亦不随月经周期而产生大小的变化。纤维腺瘤常为单发，亦有多发者。腺瘤呈圆形或卵圆形，直径在1到3厘米者多见，亦有更小或更大的。纤维腺瘤表面平滑，质地坚硬，边界清楚，与皮肤和四周构造没有粘连，活动度好，触之有滑动感。同时纤维腺瘤患者腋下淋巴结无肿大，腺瘤多无痛感，亦无触痛